当地铁高速行驶的时候，坐在驾驶室内是什么样的感受呢？我现在所在的苏州地铁五号线已经开启全自动运行，地铁的驾驶室全程对外开放。那么，全自动运行的地铁列车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？苏州地铁五号线采用了国际最高自动化等级的全自动运行系统，列车从自动唤醒、自检、出库到运行、靠站、折返。 再到回库休眠，各项任务均可自行完成。驾驶人员只需定时检查设备运行情况，工作量将会大幅减少。王老师，当轨道上有障碍物的时候，如何保证我们列车和乘客的安全呢？当轨道上有障碍物的时候，我们分为两种机制，一种是司机眼装置，司机眼装置可以判别轨道前方200米处物体的大小，当物体的大小超过一定体积的时候，列车将采取紧急制动。 另一种为被动措施，列车前端装有障碍物检测装置，可以清除轨道上一定大小体积的物品。轨道上的物品体积较大时，将触发障碍物检测装置，同时触发紧急制动，以保障列车的安全运营。全自动运行地铁相比于传统的地铁列车，虽然减少了操作人员的干预，但对于车辆在运行中的控制却大幅度加强。 做到科学合理的保障乘客安全。除了全自动驾驶的功能，苏州地铁五号线在运行和组织方面还有更大的灵活性。它可以灵活调整发车间隔，最高时限每周7天，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为城市服务。你知道它是怎么做到的吗？ 张老师，这里就是我们苏州五号线的控制中心，是吧？对，是的。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？这不同颜色的线就首先这个红色的话，就代表实施状态；那么绿色的话，其实就代表我列车运行前方一个允许它运行的一个距离；那么黄色的话，其实就是允许我列车运行的最远的距离。现在的状态的话，是我列车在站台停稳，包括我现在那个站台门已经全部打开，然后这个时间的话，其实是我列车的。 暂停时间。在控制中心的指挥下，全自动运行系统还可在单车节能驾驶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实现列车的协同控制，调整高峰和平峰时期投入运营的列车数量，既可以缓解交通压力，又能够实现节能减排。放心无止境，科技也时尚。 接下来，请收看《时尚新科技》，直流品音箱，展示科技、新创意、新产品、新发明。这里是《时尚科技秀》，我是侯明轩。声音是一种物理现象。 但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通常把注意力放到了听觉上，忽略了声音的可视化。那么，可视化的声音是什么样子呢？这是一台可以使声音可视化的磁流体音箱，音箱主要由磁流体密闭装置、音频信号分析模块。 和喇叭单元组成，通过音乐的播放，可以将音频模拟信号以磁流体液体形变的方式视觉化展示出来。哒哒哒哒哒哒，伴随着动感的音乐，音箱中的磁流体受到影响，不断的分散聚合，像一只跳动的精灵。 这种神奇的现象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？
我手中是一瓶已经制备好的磁流体，当我拿一小块磁铁靠近玻璃瓶时，磁流体就会马上被磁铁吸引，改变它原有的形态，而且它还可以随着磁铁的移动而快速移动。其实磁流体音箱内部也是同样的原理。磁流体音箱内部的音频信号分析模块是一个电磁体装置，它可以将音频模拟信号放大，通过转化电路传递给电磁线圈，使之产生磁场，与瓶内的磁流体产生磁场感应，原本平静的磁流体感受到能量就可以立刻跳动起来。磁流体由纳米磁性颗粒、基液和表面活性剂组成，既具有液体的流动性，又具有固体磁性材料的磁性。盛装磁流体的玻璃瓶会先用极强氧化性的溶液进行预处理，用它处理过的表面会带有羟基，因而玻璃瓶内壁高度亲水，最终可以实现磁流体随着音乐舞动的奇妙效果。磁流体音箱是新型功能材料在音箱领域的新应用，这让我们不仅可以听见声音，还能够看见声音。虽然这仅仅是在物理层面的展现，但至少可以让我们切身地感受到声音的力量。放心无止境，科技也时尚。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反重力跑步机。展示科技新创意、新产品、新发明，这里是时尚科技秀，我是侯明轩。跑步是一种常见的锻炼方式，但是有一部分人有关节疼痛或神经肌肉控制能力下降等问题，无法在自然状态下跑步。但是听说啊，这部分人群可以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轻松地进行跑步锻炼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走，我们一块儿去看看。这是一台反重力跑步机，它由充气气囊和康复跑台两大部分组成。使用者进入跑台就可以进行充气操作，让气囊逐渐膨起来。在充气过程中，系统会逐渐调节减轻重量，直至使用者可以独立站立或者下肢疼痛缓解，即可实现无痛无损伤减重训练，增强自身肌肉力量和心肺耐力。黄主任，刚刚那位患者通过反重力跑步机进行康复训练，看起来动作还是比较轻松自如的。是的，我们为患者制定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康复方案，因为这款跑步机呢，它既有一个精准的气压辅助控制功能，适合不同人群在需要减轻体重的前提下进行运动，它在不影响自然步态的前提下可以达到一个很自主的运动，从而达到我们的康复效果。那我也可以来试试吗？可以啊，带你去试试。好。反重力跑步机利用空气压差技术，改变气囊中的空气压力，使之内外产生压力差，从而提供可变的举升力，将人体重量托起，降低步行荷载，减少跑步或运动过程中重力和体重对自身的影响。这款反重力跑步机确实能够让我体会到一种漂浮起来的感觉，但是它不止如此。刚刚我在体验的时候发现，这款反重力跑步机还拥有智能步态分析系统，通过屏幕我们就能够直观地看到实时客观多角度的运动数据分析。智能步态分析系统通过摄像头、步态传感器、足底压力传感器等多种数据进行融合，计算训练者的步长、步频、步幅、左右脚负重的对称性等数据，从而对运动情况和康复训练结果提供具体的数据支撑。反重力跑步机可以达到零阻力的运动效果，能够适应不同患者或运动员在各个阶段的运动需求，为他们提供一个舒适安全的使用环境。